你这吃饺子吗？满是薄皮包子。你的薄皮包子刚好跟我嘴一样的。这样包子真好吃。你去看看你的财产，那是我给你打下来的江山，你知道吗？你去看看，把你的家产看看去嘛。我啥也没给你留，你就拿着这个样发展去吧。啊，老子就那点本事。你在吃啥呢？哇，就让他好好弄去。饮水器，他找了个姐。嗯。饮水器。哎呀，那你饮水器，他给我们做饭，你们想吃啥？你做啥我们吃啥。你每次就这么说，最后做出来都没人吃。我每次都是陪你吃的，你都是你儿子挑食。你咋都赖到我头上呢？没事是我们俩一块好不好？快去喂水去吧，喂给羊，别给找事。哎呀，你咋又把你这个西装穿上干活了？这是你最后一套干净衣服呀，你又把这一套穿上干活了呀。哎呀，那和尚出去就说你穿啥呢？哎，怎么舒服怎么来嘛。你先把衣服脱掉换掉。哎呦，你啰嗦不啰嗦呀？忙啥呢？不忙不打打。今天给他们爷俩做个薄皮包子，这包子准备的食材就是牛肉，要一把油，还有一个洋葱、南瓜、青红椒，就这么简单。南瓜馅的？南瓜馅的，那薄皮包子南瓜馅的好吃吧？你吃不吃？吃吃。把青菜都切成丁丁。新鲜肉不好切哟，稍微冻一点不好切。我再切一点油，薄皮包子一定要用肥一点的油。好，下面我们拌料，放点盐，再放点水胡椒粉，再放点白胡椒粉，再倒点油，南瓜一点多。嗯，做薄皮包子，把这皮上包一点保鲜膜，因为薄皮包子包子厚嘛，害怕粘到上面烂掉。再抹一点油，擀皮的擀面杖是这种东西。水开了，我们上锅蒸18分钟。煎到了。开饭了！哇，你们也不是谁快谁吃的多，多死不挑食。看看，不烫啊？嗯，烫。嗯，不烫呀？嗯嗯嗯。烫烫你吃一口吧，一个。我吃了不烫呀，嗯哼。你吃了几个了？爸爸，老爸吃了几个了？老爸吃了3个。我也3个，说第4个。我还没吃。我吃不动了。你再看吃，我从此再吃一个，我看他把这个吃掉，我他再吃不吃的。嗯，我还吃。你这是哪是吃饺子呀？没吃饺子。你这哪是吃包子呀？嗯，你这是吃饺子吗？哪是薄皮包子？哦，还分的最多的。哎，行了，我不要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吃饭时候你和那个年轻人吧呀。不要了。这包子真好吃。你比不过我，别人都服输啊！你哥是贪喝一盘，但是我问你，我不偷在的，我问你的，不偷啊，不偷不偷不偷，我问你，你要在哪个，在哪个？好，给你一个，输了吗？输了。儿子啊，输了就干。我喜欢吃这样的。好，我帮你作证啊。好，你的薄皮包子刚好跟我嘴一样的。你嘴那么大？好久没吃了。好。好了，你吃了8个了吗？吃这个了。行了，再不比了吧，不跟你比了，比不过你。你盘子都让你拆了你。